火山火海火焰钢，烈焰的把钢铁烧，忧愁烦恼都敢跑，火焰解说来到了。我们现在玩的叫火焰魔族生存村长篇。我这个村长啊，这个是吧，越来越有爱心了，弄了好多这个小村民是吧，到这来上课。老师你好好教啊。我看老师你的智商是多少，你够当老师？35。我看你多少？10、14。这孩子还不愿意学习，上一期来的时候。我看你多少？25。这孩子天才啊。12、14。就你笨。他是严重拖延症啊，上学来的时候这个不愿意来呀，吭哧瘪肚的。你说南方的小伙伴听不懂啊，什么叫吭哧瘪肚是吧，就是非常磨叽是吧，明知道不可能躲掉是吧，他还跟着磨叽。好吧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去呢？嗯，还是缺大量的村民小伙伴们，那咱们还去刨矿去吧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刨矿是吧。走，再弄点村民啊。这个往哪儿走？往这儿啊，随便吧，这都让我挖出大坑来了，全钻石，这有点上去费劲呢、啊、我迂回过去。 OK， 我40多级了，我再加一下啊。我看看还加这个额外材料啊，我是应该增加点我的能力了，跳远点，我看我能跳多远啊。OK， 跑跑跑，钻石我的，都给我。咱们这样还得这么分啊，占这个坑啊，绿宝3组应该够了，然后把这些都扔了，这个都扔了，占啊，用那个钻石给补上。OK， 这样呗，把这眼儿给堵上啊，绿宝石矿石还留下也行，钻石的没必要了啊，捡，这样呗，把这剃了，不要，走开，这样啊，把碳，哎，你这个树苗你好意思来吗？咱们都捡什么？捡宝贝，你好意思占这个坑？这样 ，OK， 咱们这个回去的时候就全是宝贝啊，你躲开，铁定你好意思，走开，垃圾，看见没？好，那我就开刨了啊，小伙伴们，刨，都是我的，刨啊！咱们还顺便升级啊，增加我们这个村长的能力是吧？哎呀，火把没有，好黑啊！这么有钱竟然没有火把，你说太坑了。来，快，我把我给扔了还是扔家了？哎妈，太黑了，捡，都是我的。29级了，快不？小伙伴们，我现在那个挖矿的那个效率，我不敢再往上升了，这已经太快了，我升一下看看啊。这玩意儿都物极必反是吧，咱们看看啊，容易挖出来空气墙，还行，钻石还可以啊，来，这边还有点，你们看没看着我跳多远？我去，我瞬移了。 OK， 可以啊，咱们等会儿试试咱们瞬移的速度多快啊。钻石有点少啊，这绿宝石捡。 OK， 哎呦，我出不去了，这咋整啊？我跳的没那么高，咱们这样回家去取点火把吧，顺便再弄点这个小村民的刷怪蛋啊。我不应该搁这睡啊，小伙伴，这边市政厅。 OK， 这样啊，咱们看看我们跳的多远啊，也不远啊，怎么感觉那么跑，刚才怎么感觉那么快呢？加一下这个看看啊。哎我去，看到这速度没？哎呦我的妈，哎呦妈，飞檐走壁，哎呦妈，对，远一点的地方才能发挥我的作用。我去，好快，哎，我这个村长像个猴似的，去，他好像得跳起来，小伙伴们，前面不能有那个东西挡着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走，我去看看，上野外看。我去，好快，我好像个火箭呢，就哎呀，超过村庄范围了。嗯，可以啊。好，那咱们去弄点小村民的大怪蛋啊，让这个村庄啊赶快，哎呦我的妈，赶快那个什么啊，繁荣起来是吧？还很缺啊，缺什么保安队长啊，是吧？还有这个矿工啊，什么乱七八，反正需要很多。来，这没有多少，你看咱们挖的不多，其实咱就回来了，这么多不够啊，这样啊，只能买一个。只能买一个小村民，好吧，我看那个矿石我能再砸出来点不？哎，村庄的未来的希望是吧？这能不能多挖点？我还想买一个村民的刷怪蛋，够吗？不够，那给他们认个门吧。去吧，你也去上学去吧。咱们观察一下，你也上学啊？这孩子尖呢，得上课去啊。他要跟他交朋友吗？小女孩都不理他，你是个不爱学习的大傻子，我妈不让我跟你玩啊。咱们去看看学校里边啊。我去，我这个村长，我这村长像鬼子。哎，老师啊，孩子们都哪去了？是吧，老师也跑了，不是晚上了，太阳西下了啊，老师肯定在酒吧里边。哎呀，没有啊，哦，搁这儿呢啊，你们都怼这儿了，老师没看着，你怎么面壁思过呢？他需要床，那不有床吗？他说他没地方住，这里边住满了吗？他们好像不够住的地方，小伙伴们，我好像还得给他们弄个小房子。好吧，行吧，那就是吧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下一期继续呗。可以啊，跳的好远呢、啊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咱们就下一期啊，继续啊。